工地上灰尘满天飞是常见的现象，工人们灰头土脸的也不是稀罕事。这些工地上的灰尘不仅对环境造成污染，还对工人的身体造成伤害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款产品，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灰尘引发的问题，还能够提高效率，加大产量。鲁尊自动上料搅拌车能够代替装载机、固定式搅拌机、运输翻斗车，一台车完全能够替代三台车使用，还能够替代4至6名工人，两名工人就能操作搅拌车正常作业，一天一名工人150元，一年按200天工作量，一年就要节省12万元。上料、配料、加水、搅拌这些工作，搅拌车就能全部自动搞定，不会出现过度扬尘现象，能够有效地改善工地上的环境，对于工人的身体健康也有很多好处。搅拌车每分钟能生产4立方混凝土，每立方混凝土至少盈利50元，每个小时就能够赚1000块，这简直就是暴利。这一台车只需要20多万，一个月就能够收回购车成本。